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呈现今天的比赛。今天进行的是武林风东北亚四国邀请赛。那首先呢，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我的老搭档了。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另外一位呢是2016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大家熟悉和喜爱的邱建良。大家好，欢迎邱老师。雨辰老师今天比较忙，除了担任解说嘉宾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比赛的 MC 也是由雨辰老师来担任的。现场运动员出场的英文介绍也在我的这个端口哈，来看一下这场新锐战的对阵双方。65公斤级的比赛，纸面上的数据，苗傲奇这边在身高上是有着3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同样3公分的优势，184公分。其实，在65公斤级，两个运动员都是175公分以上和180公分以上的身高臂展，还算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条件，是吧，邱老师？邱老师在专注地看比赛了。王鹏辉绰号白面郎君，他在武林风的战绩是1胜。而蓝方选手苗傲奇呢，这是武林风的首战。对，实际上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苗傲奇的拳法应该是他的这个重点武器。嗯，而他节奏也是要快于这个王鹏辉的。大家都知道，来自响明这个响明搏击的队员，基本上拳法都可以得到他的这个真传。是的。哎呦，漂亮！小组合打的是相当凌厉啊。过来给顶膝，感觉今天王鹏辉这边还是就更多的想把自己的进攻组合从中远距离往近距离来打，就这个过程其实给的还不错，而且感觉今天在进攻端的输出上还是王鹏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是，截止到目前我觉得啊，这个苗傲奇他在拳的节奏上面其实一直都是主导的，他不管是对方攻还是他攻，他的节奏都是要快于这个王鹏辉的，但是王鹏辉的这个动作比较跳啊，没事好，65公斤级的一场新锐战，现在两位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王鹏辉，蓝方选手苗傲奇。哇，这个刚才这个苗傲奇的一记后手加前手平勾啊，非常准，真的是特别这个比较钦佩响明在教授他们这些队员的这个拳法过程当中是多么的细心，动作非常的准，非常的精，得到真传啊。是，你看只要响明搏击出来的这些队员，他们每个人的拳架都非常的标准，你看到没有，是拿得很稳当啊。对，那在接下来的东北亚四国邀请赛的一个8人战当中，响明搏击的张景涛也有出战。是的，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王鹏辉，我不知道宋老师是不是这样认为，王鹏辉虽然动作密度高啊，但始终没有压制对手。没错，
就是说他的进攻输出，我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个人打的就是并没有给到对手太多的压迫感，就进攻输出非常虽然很密集啊，但是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反观苗耀琪这边，就是他不管是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自己就是打前进和后退的这个过程啊，打的还是比较游刃有余一些。但是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苗耀琪的鼻子受伤了。但是王蒙辉他的这个进攻欲望还是蛮强烈的。是的，这主动进攻意识比较强哈。但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他的就是进攻输出，你看，就像刚刚的这一个小组合，我觉得进攻输出的密度肯定是在的，就六拳就已经出去了。但是这六拳当中，我个人觉得只有两拳还是能够压制住对手，另外那几拳基本上被对手挡掉或者是撤掉了。刚才这个应该是一个犯规动作。哦呦，你看。王鹏辉的这个动作虽然散，但是他这个充满灵性。是啊，这就为什么很多科班出身的拳击运动员啊，虽然有着科班一样的这种严谨性，但他这个始终难以跳出他科班学习科班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很多教条性的东西。对，就是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就不大好改变哈。就一旦按照这个教条的方式去做，虽然他动作质量很高，但是他的思维就没有那么跳跃。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王鹏辉的这个动作质量没有苗耀琪高，但是呢他的这个动作呀进攻啊都很跳跃，是打得更灵动一些啊，就而且击打的维度和方式可能会更多一些。连续的点对手，哎，漂亮！好，这一回合倒计时了。是的，漂亮！这中线端，我们还是能感觉到王鹏飞还是能够考虑往里去打一打的，还是能够打到对手。好，天子江很有效啊！来个水棒，天子江。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觉得，如果苗耀琪没有办法把这个距离始终放在这个近距离跟对方拼拳的话，他目前的这个态势是不太好的。是。其实从第二回合的中半程的时候，就感觉王鹏辉其实在比赛刚上来的时候，还是想从中远往中近去打，但是他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意识了。你看，更多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进攻打完之后，马上后撤半步，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距离的一个保持哈。对。我觉得应该，这个宋老师说他这个，王鹏辉保持在外围时，应该他认为自己也是占优势的。是的，对。对，王鹏辉今天这个状态一直是比较积极主动的。而且他的后手基本上还都可以压进去啊。对对。但是目前中线打的还是蛮明白的。你看目前看来，这个苗耀琪如果不在中近距离通过拳法来 KO 的话，他的分数基本上是没有记的，他腿法非常少。护齿掉了，应该是这个苗耀琪的护齿被打掉了。漂亮！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王鹏辉有点就是且打且退的意思啊，但是这个过程中苗傲奇又没有给王鹏辉太多就是在距离上的一个压制感。没错，对手如果你打控制距离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往上顶着这一步或者半步的时候，一定要再快一点，而不是对手要打完走了，打完走了。是的，雨辰老师，你看这个虽然说苗傲奇他知道往里压，但是他还是没有像他师傅那样，对刘晓明那样、哎、那么准。对，晓明是这样的，对，非常准。晓明在压的过程当中，对方只要一动，立刻一个迎击拳，对，这拳就上来了，而且够准够重。他只学到了形啊，就是在自己拳的，就是力量感和重量感上，对，的确还是要再去多加练习。所以这就是说，王鹏辉在整个第三回合就会打得比前两回合显得会略轻松一些，对，轻松的多，对。你看他现在在这个王鹏辉反而在调动着打对方，是且战且退。对，而且关键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是他退的这个过程啊，就特别吃苗傲奇，他一退苗傲奇就跟着上来了，是，而且这个距离呢又始终保持在王鹏辉很舒服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刚刚说，如果就苗傲奇我现在顶的是这半步，如果我能再顶上去一步，我顶个一步半，那这个距离对他来讲可能就会有了，是的，就有进攻的逻辑在了。来吧，这场65公斤级的新锐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比赛的最终结果。首场新锐战落下了帷幕，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